今天要介绍的是《七龙珠》里面的达尔。好，那这个作品呢，在练习的过程哦，并不会太困难哦，只要你在设定上呢，有开底部的边缘哦，以及支撑，那这样相对的成功率都蛮高的。那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你要把你的臂后设定好哦，因为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比较小，如果臂后没有设定好的话，有可能会练习失败，以及说你的比例大小不要缩得太小。哦，缩得太小，相对你有一些地方呢，哦，可能也会印得不太好，或印不出来。好，那这一部分呢，好，最困难的当然是上色的地方，因为它还是蛮多地方蛮细小的，哦，特别是眉毛跟眼睛这部分，哦，是不太容易上色的，啊，以及头发这里。那其他的呢，因为我们有支撑相对的有一些地方呢是比较不完美的，所以在打磨上面呢，哦，需要花一点时间。哦，当然，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当你打磨的越细呢，你后面的上色上起来那种质感会越好。所以，哦，我建议在打磨这边呢多花一点心思。哦，你可以分好几天慢慢的弄，把它弄好，你会发现在上色之后呢，哦，整个质感是会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有兴趣的你可以点下面的连结去下载。那这个达尔呢，哦，原设计他提供的这个档案，我是没有做任何缩放的。好，直接以原设计提供的去做列印的。那底部呢，哦，我另外有做一个底座，哦，这样子让大家在摆放的时候比较方便，不会容易倒。那我一样有放在连结下面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做下载。